先吃鸭子了，抓那只最肥的鸭子，脖子好粗啊！哎呦，这鸭子好害怕我呀！哦，不是这只，那只抓错了，重来。到底有多重？哎呀，等一下，5斤7两，这鸭子不算重啊，还没有到6斤呢。现在要给鸭子拔毛了。哎呀呀呀呀呀！你不要跑掉了啊！哎呀。现在拿这只鸭子去处理一下。鸭子已经处理好了，等一下就开始拔毛了。哎呀妈呀，竟然还这么活泼呀。再加热水，哎呦，鸭子已经泡好了，现在开始拔毛了。哇哟，这毛一定要快点拔，要不然等一下就。等一下就拔不下来了，哇，好烫啊！哎呦，10分钟就把这鸭毛拔得干干净净了，现在拿去再处理一下，晚上就吃啤酒鸭了。想吃的朋友吗？赶紧来我家哦！哎。